我刚刚在想说，要登场的不知道是双峰还是上亿呢？都可以的。哎、欸，刚刚本来有跟他们先练一下说，不管是放哪一首歌曲，如果是你自己单独 solo 的话，他们会跟着唱。刚刚你有听到吗？欸、有些人有是有动嘴啦，好像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呐、啊，对对对对对，好，没关系啊，没关系，我要求也没那么高的，对我跟阿信不太一样。团员不在就开始偷偷阴人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好，这个呢，首先呢要恭喜五月天的怪兽，因为呢逆转胜的电影就是推出以来，我觉得卖的超好的哎、欸。哎、欸，还不错啊。卖拍谁啦？而且这个我手上的这一次的原声带啊，我觉得超级用心，因为你自己是担任音乐总监，是。然后在里面就是除了有一张是电影的原声带，是。你真的是大手笔，就是把先前写给歌手的一些作品，然后你自己作曲的把它收录起来，然后有17首哎。对，因为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也写了蛮多的，大概累积起来有37首。对对对。对，所以就在选择的时候就还蛮，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太好选。不知道。对对对，所以最后想说17听起来蛮多的，那没关系，反正就超值送给大家，这样子全放就对了，童叟无欺。啊，还有重点，写真册啊，好帅气呀！哎、欸，嘿嘿。嘿嘿，艺术系拍谁？这样讲拍谁啊？对对，盖锅子。因为我还要讲，我说我觉得除了在电影的上面让大家看到那个第一天团的团长，然后跨足变成电影的男主角之外，因为以前大家对于五月天呢、啊，我们都是那个偶像型男团体五个人的方式出来跟大家见面，但是今天是你自己一个人，然后有些那个出书去了啦，有些偷偷登记去了啦，然后今天你自己一个人 solo 会不会觉得？啊，有点孤单呢。不会啦，因为我就是我看新闻知道了以后啊，对，想说，哎、欸，本来不敢多问，自己 Q 很好，来，请继续说。想说他们放假做的事都很有意义，那也蛮好的。所以你就来演一下电影，是不是？好，因为我有据说你为了这个电影。Test， 好，我先来吃物件。哎，五仙啦，教练五仙啦，有了哦。哎、欸，真的还没吃饭啊？还因为才在台中刚签完，然后就赶快过来了。哦，对，好，本来想说帮你准备烧酒鸡、会不会不想再吃了这辈子？不会啊，那种好东西，对不对？好可爱，好。然后这个我觉得，因为最要宣传。所以其实你就蛮常自己一个人的身份出来啦， 对。不过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就是个别渐渐就是也很喜欢你的影迷歌迷朋友们都好。然后这个刚刚有就是现场弹奏了入阵曲，然后这一首歌又特别收录在这一次逆转胜的原声原创记里面，对不对？对。好，然后这个因为接下来要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之前，据说下个礼拜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好。哦，11月28号是某人的生日。哎，还好没有太重要。你干嘛那么谦虚？哎，你不觉得你今年的生日也很有意义吗？因为你真的又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是，其实在今年，尤其在这个月，就过去这一年努力的内容，全部都是可以让大家看得到。所以虽然说在这一个月很忙很忙很忙。但是觉得也忙得非常有意义的，对，这真的是你就是很乐在其中的事。就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努力了很久的作品，我当然要很努力的让大家看到这样子，对、啊。然后也不知道就是在场大家有没有去看的《逆转胜》，有去看举手。哦，
哦，谢谢大家。而且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看完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那个喜欢撞球的朋友可能会很感谢你们呢、欸，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运动的那个兴起好像都一阵一阵的，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出来之后，我觉得撞球热会再起来耶。希望咯，因为我自己也真的非常喜欢玩撞球，然后在电影里面就像台湾撞球协会，对，其实帮我很多很多忙、嗯，那他们也是寄望这个电影能在。帮他们让这个运动能更推广出去，是，很期待这部电影有更多的效益。那刚刚是讲到说，因为下个礼拜五是生日嘛，哈，所以我们趁你不在的时候，就是菲菲跟歌迷朋友准备了一个小小的 surprise 要给你。哇、oh, ，surprise！ 各位，你准备好了吗？ Oh, 好，可以，万能的天神啊，请赐给我们神奇的力量啊！一二三，唱。来，再大声一点！耶！谢谢大家，谢谢。他们很用心哎，蛮特别的。我们才不唱什么国语、台语、英语版，呸！我们要唱的是什么？黄梅调版。OK OK， 喜欢吗？我会跟台中的人说，你们呸他们。没有啦，想要给你一点惊喜、是，有啊有啊，真的啊，真的很特别，谢谢大家。谢谢。真的，我心意我心里呢，谢谢，谢谢。今年的生日有没有觉得什么愿望想达成？什么？拜托哎，已经有人顶着了。新闻不用这么快出来哈，下一次再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这样。然后当然因为在这个月我真的看到好多人好多人都出现支持我这样子，从下午到现在。然后我如果有愿望的话，我也想把我的愿望给你们。然后我希望你们大家呢都可以学业进步这样子。工作顺利，这样，身体健康。三个用完了。OK， 差不多 OK 的啦，差不多。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很看得出来，就是很疼爱你的朋友们，你其实也很关心他们，在任何时刻。是，对对对。是，我希望大家都怎么说？因为这一年想起来，你会觉得社会上好像很多事情让我们过得很不顺遂，然后有很多。吵架的让你觉得心情很郁闷，所以不管怎样，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扶持，然后一起努力的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觉得慢慢的我们也许能改变这个气氛。好，那这个刚刚呢现场的歌迷朋友送给你生日礼物，现在该是您回馈的时刻。OK。 这个呢因为今天是自己一个人来嘛，所以我们要踢掉那个阿信的位置，主唱要轮到您啦。哎，是啊，是那来演唱呢逆转胜里面的这一首主题曲《好球》，时间交给我们的怪兽，耶！ Yeah!